周末便会开跑推出全新闪光几何雪花的捕抓达人活动，竟然免费送上四十支的几何雪花。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提高入手全新闪光版本的机会？下周举行以光都为主题的超越时间活动，其中的好看内容不止可狩猎各种光都主流战力。 活动期间更是冲等级的最佳时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言行路线活动所新增的各大调查与奖励有哪些？如何强制让马代欧出现并得到礼物呢？而近期须知的注意事项，除了有特定地区可领免费的远距离团战入场券外，隐藏城司马中亦看到喜翠玉三家的限定超市被移除。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绝圈诺我是竹子。 综上所述，有关捕抓达人、超越时间以及近期须知的额外重点资讯，在经过整理后，将于影片中逐一分享。顺序方面，主要分为四大部分来解说：第一部分有捕抓达人活动的重点指南；第二部分为超越时间活动的特色详情；第三部分是言行路线活动的补充须知；最后第四部分才有近期收获关于免费远距离团战入场券和喜翠玉三家的限定招式更动资讯等做收尾。 喜欢稍货的内容，不妨帮忙订阅、按赞和分享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Go Go！Here we go 先聊聊第一部分，捕捉当日活动的重点指南方面。 活动要在十月九日星期六早上十点至晚上八点举行。相关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推出全新闪光版本的几何雪花，可透过完成田野限时或付费调查来遭遇入手。活动期间也会送一下加倍出现的宝可梦，包括雪童子和冰宝，两只个别有着独特的定位和使用价值。如拥有分支进化形态的雪童子，若进化成雪妖女，则偏向 PVP，不仅勉强可用于高级。 联盟在超级联盟更是凭借八十七点九的评分排行第八十名的主流宝可梦之一。PVE 不遇置评，若进化成冰鬼护偏 PVE 项，虽然超级高级联盟达到适用标准，但只有七十四点的平均评分，实在不推荐上场。不过超级进化后的超级冰鬼护乃是极其稀缺的上等冰系输出手。 而冰雹进化成冰岩怪后，适合超级、高级大师三大联盟，其中以大师联盟八十一点一的评分，排行六十五名的表现最为杰出。PVE 中属于中上等级的冰系输出手，奖励加满内容方面包括血童子、几何雪花和冰雹的闪光版本生成率提高，以及投出各式投球结果时获得两倍经验。依靠以上的加满内容，各位不仅能加减容经验，而且还可以更好的。 去拼三大冰系宝可梦的闪光版本，看到这大家可能会好奇，到时候几盒雪花并无在野外生成呀？那到底要怎么拼闪光版本呢？这就不得不提起活动期间新增的各式调查了。 捕捉达人活动开跑后，田野调查的部分将推出以投球技巧为主的课题，完成后即可遭遇几何雪花。然而，这并非拼闪光几何雪花的最佳途径。最好的方式是去完成期间新增的免费限时调查。相关调查共有十个阶段，且奖励高达四十只的几何雪花。 官方已明确表示，现实调查所奖励的几何雪花是受到闪光版本生成率提高的加成的，所以要在四十支里面得到一支闪光版本，估计并不会太难。至于现实调查的主要目标嘛，根据近期的隐藏测试码文字档叙述得知，就只是要求训练师捕抓特定数量的冰雹或雪童子而已。 当然，若您觉得四十支不够的话，那么也可花费二美元解锁额外的付费限时调查，其目标与奖励和免费的限时调查相同。解完后，主要能再入手额外四十支的几何雪花。 而几何雪花的定位和使用价值，包括三大主菜史联盟中只达到七十五点的平均评分，可用但不推荐。PVE 中属于中下等级的冰系输出手，此等实用性还不如野外加倍出现的冰雹和雪童子呢。个人建议，除非真的超飞又很想得到闪光几何雪花，否则是真的不推荐额外花费去解锁付费限时调查。 接着进入第二部分，超越时间活动的特色详情方面，活动时间要在十月十一日星期一早上十点开始，维持至十五日星期五晚上八点落幕。相关活动并无推出任何新登场或闪光宝可梦，主要亮点被放在了久违的关都宝可梦与野外加倍出现，以及百变怪的伪装列表。 发生更新上活动期间，野外受影响的宝可梦有如图的关都玉三家小火马、独角犀牛和稀有加倍出现的迷你龙等等。其中拥有实用性且值得狩猎的对象，包括纯 P P 向的霹雳电球、小金鱼、无纯 P V E 向的 P V P 和 P V E 双向的妙蛙种子、小火龙、杰尼龟、六尾、走路草、小火马、独角犀牛、迷你龙。 个人私推，重点入手 PVP 和 PVE 全方位均使用的光都域三家独角犀牛以及稀有加倍出现的迷你龙这五只为主。想寻找心仪 IV 或闪光版本的，不妨在活动期间努力拼拼看。有缺糖果的一，亦可趁机好好弄一波。至于仅剩的几只，各位可根据自身所缺的战力再去做补充就好。 我们继续伴随超越时间活动开跑，新增贯穿一整个超时季的特殊调查。 整个调查预计都是在为二月的 Snow Go Tour 做铺垫，新增以捕抓和提升等级为主题的季节限时调查，相关调查维持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新增以结交朋友为主题的活动限时调查，以及新增以关都玉、商家等为奖励的田野调查活动期间，网上和游戏内商店推出各式加成礼盒，有兴趣的可自行前往对应商店查看。选秀会主角更新为大前蟹、六尾。 小红马、霹雳电球和百变怪，为何会有百变怪呢？因为活动开跑后，百变怪的伪装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动。届时，百变怪会伪装的宝可梦包括走路草、瓦斯蛋、独角犀牛以及角鲸鱼。有在卡任务需要捕捉百变怪的，不妨好好趁机解一解吧。而团战头目的更新现象如图：一星头目有海星星、巨石兽和化石盔，三星头目则是吉利蛋、飞天螳螂。 和卡比兽。紧接着是超越时间活动的两大特点：第一点为训练师交换入手的亮晶晶宝可梦上限从十五只增加至二十五只；第二点则是活动期间开放三倍捕抓经验的加码内容，利用相关加成搭配幸运蛋，不失为冲等级的最佳时机。值得注意的是，超越时间活动与先前外泄情报所提及的经典关都 Go t o 活动都是以关都为主的特色，不谋而合。 若两大活动属于同一项，那么超级超梦 X 和 Y 可能就要落空了。不过大家也别太失落，毕竟今年光都 Go Tour 曾同时出现在十二月或一月的情报中，也许一月还有机会吗？后续有新消息的话，再另行更新给大家吧。 往下来到第三部分，延心路线活动的补充须知方面，首先是活动期间新增的各种田野、现实和特殊调查内容，具体的目标及其对应奖励如图。对此我们就不展开细说了，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截图下来，好方便查看。言归正传，延心路线活动内一需要补充的，当属路线玩法新增的马代奥功能。 据了解，目前貌似还有不少玩家未能遭遇到他，但在各大论坛上却已有情报指出，若抵达终点时没看到马代奥，那么便可利用重启游戏的方式来让他强制出现。方法其实就跟之前强制生成基格尔的细胞的相同，不过由于马代奥一热只会出现一次，而本人在实测时第一次就遇到了，所以暂时没法确定相关技巧是否有效。各位如果还未体验过的，不妨试。 试试看吧。但个人先提醒一句，遭遇到马代奥后并无任何特殊好康，其主要功能就如先前预测一样，只是透过马代奥与第三方的训练师交换礼物罢了。所以，除非是要解特殊任务或拼粉叠充，否则基本上可以直接略过，捡细胞就好。有兴趣想进一步了解言行路线活动，如蛋词内容变化、奖励加码内容，甚至是野外推荐重点入手对象等的。 可以老规矩。 最后说说第四部分，关于近期官方送免费远距离团战入场券和喜翠玉商家的限定招式更动资讯方面，先聊聊免费远距离券。官方在这两天无缘无故突然发放内含三张远距离券的免费礼盒，虽未明确说明原因，不过感觉是在给上周末的喜翠大剑鬼团战热故障做补偿。目前得知相关补偿只限于时区较早并受到首播团战影响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部分玩家属于该些地区的训练师，记得前往游戏内商店查看是否有补偿嘿，没有的话也别找我，因为我也木有，可以尝试直接联系官方客服比较快，呵呵。再来是近期喜翠玉商家的限定招式跟种资讯。 众所周知，若无意外，喜翠玉三家均会在这一季开放。其中，喜翠大剑鬼在较早前已抢先登场。据近期情报透露得知，原先的喜翠大剑鬼和喜翠火爆兽是拥有限定特殊招式、加农水炮和爆炸烈焰的。 奈何伴随喜翠大剑鬼登场后，两大限定招式也同步被移除。不排除官方又在搞小动作，先把限定招式收起来，等日后有特色活动再开放，作为卖点用。咦，我怎么又说又了呢？不过也由此确定，日后若相关宝可梦开放限定招式，那么八九不离十便是加农水炮和爆炸烈焰了。至于喜翠居士速消嘛，也许被遗忘了。 至此，无论是言行路线的补充资讯、捕抓达人和穿越时空的好看内容，亦或是近期需知的重点更新，也就正式分享完毕啦。 兄弟整理并分析下来，即将开跑的捕抓达人活动虽以,以全新闪光几何雪花为卖点，但其实野外加倍出现、使用性质较佳的雪童子和冰雹才应该是最优先入手的对象。闪光版本的几何雪花建议是通过现实调查模式拼即可。 超越时间活动对老玩家来说或许兴致缺缺，不过可别忘了伴随活动开跑，到时候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全新调查可供完成。最重要的是，想冲训练师等级的话，更可在活动期间利用三倍捕抓经验的加码内容搭配幸运蛋来暴涨经验。而对于新手或回归玩家来说，超越时间活动不仅可解百变怪任务，还能在野外补充到不少的主流战力，尤其是全方位均使用的关都。 玉三家独角犀牛和迷你龙。至于言行路线活动的补充方面嘛，也没什么好评价的，就是马代奥实在有点多搞鱼。相较之下，个人还比较好奇外泄情报的经典关头 Go t o 到底是不是超越时间活动？各位觉得呢？接着附上超越时间活动的野外重点入手对象一览图，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好方便日后查看。 好了，暂时就先分享到这。各位对即将开跑的捕抓达人和超越时间活动都抱着怎么样的期待呢？你们又是否已成功遭遇到马代奥了？欢迎下方留言分享，一起讨论呀！影片做言论仅供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